你希望你哥来个惨败，然后你好跟李幼远走高飞吗？这样阿国会更痛恨李幼，你们也别想在一起啊。所以我不能让他们打起来啊。来不及了，你觉得谁阻止了你哥？真可悲啊。待在那边不准下来。小菊，你听你哥的话，待在上面不要下来，不要让我分心。不要。上一次是我不忍心，这次不会了。来吧。啊！不应该来这里的。你不觉得这里充满死亡的气息吗？在脚下天崩地裂。杜，杜，杜，你不应该来这里的。你不觉得这里充满死亡的气息吗？起来。
今天本来就没有打算要赢的。你说的很对，我本来就没有资格带走小菊。但是我还是我，你还是我最好的兄弟。叫我干嘛？是要变成石头吗？原来你有善良的一面，没有想象中那么残酷吗？你懂什么？少自以为是了。但至少你没有带走他们两个其中任何的一个。那是让他们度过了，只要他们度过，我就会离开。日子久了，他们或许还觉得是一场梦。可是我呢？为什么一直看得到你啊？因为你脑袋里有个东西。我的脑袋？有什么？以后你就会知道了。喂，你说清楚啊！脑袋有什么？兄弟，不要忘了吃鱼篮球队。不会忘了。这学期结束，我也毕业了。我们大学见。舍不得，上车了，记得钱没有给他。哎呀，
舍不得啊。情人不在，还有我这个好朋友啊，对不对？走了啦，李老师有我们翘课。不过啊，没有。不跑了。这就是理由召唤死神的黑石啊。他那时候离开学校的时候，我跟他要了。干嘛？当信物哦？帮我想想。你知道我可以为了你改变很多。他说他想去做手术。他变性？你们这是什么同学啊？是同学就需要睡在一起吗？好，我坦白告诉你，我是喜欢女生，而且我喜欢小菊，我就是要跟她在一起，怎么样？